我的亲娘嘞！兄弟姐妹们，6月6号了，太快了！从早上到现在，看不完的信息，回不完的信息，兴奋，兴奋。感恩苍天万佛庇佑，纽约的天今天太漂亮了，大家看看，太漂亮了，就这么美，就这么美啊！这边那个高楼是111号59街，就是钢琴的厂那个厂子啊，那个斯坦威的钢琴总部。所以设计像钢琴一样，真是太兴奋了。昨天跟几个孩子这个聊完以后很兴奋，国内的战友到今天早上国内的观看人数已经超过11.5亿次了。七哥昨天我就说昨天是3.5亿次，是11.5亿次。11.5亿次什么概念？就是这个人上下载了，他上 VPN 看，他点击一次就算一次，有时候断线了或中间停了都会算一次。实际观看量现在我觉得11亿多次呢，不会少于真实看完的5亿次，一定会的，太震撼了。然后今天有很多战友已经要离开纽约了啊，很多人已经开始没离开就鼻子酸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你还没感觉呢。七哥的人生经历过生死别离，我最恨的就是人的这种别离啊，聚散离合，虽然是人生在世十之八九不如意，都要面临生死啊，聚散这别离，但是人生这是最痛苦的。因为人是有灵性的，人是利他的，人是有所有动物没有的那种感性，而且是永远留在 DNA 里。这是为什么人身上有60万亿啊基因组成的身体，它就那么神奇啊。人是有感性的，没有感性的，没有感情的，是吧？那就不是人，连畜生都不如。哎，直接咱有没想过，你们都离开了，剩七哥是吧？我比你们更伤悲，你们是一个人的伤悲，七哥是所有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的难受。所以说，我们未来，我们要尽可能的，这个完整的建设属于我们的新中国联邦，我们的国家。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我们不再面对，别离自己的故乡中国，更不愿意别离自己的家人、父母、兄弟、朋友，更不愿意面对着漂泊和所有的动荡和不安。虽然我们现在各方面都比国内好啊，在这块儿真当猪当狗都不会国内去当皇帝去，但是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共产党，没有了这种邪恶，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宗教，中国人懂得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时候，当然那里是最美好的地方，是我们真正的天堂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珍惜这次的团聚，珍惜这一次的我们的新中国联邦的所有的这一切。懂得珍惜的战友，懂得感恩的战友才配做战友啊。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很多人会说他不会做，当这个战友都离开纽约的时候，所有来过的人，我可以保证你一个月以内你都过不来这个劲儿啊。一星期内你会经常想起鼻子就酸啊，情不自禁啊，这个词儿你会深刻的理解，然后珍惜和感恩你会重新的理解啊，然后呢你会重新的理解战友这个词儿，爆料革命这个词儿。哎，幸福，幸福，这就是感恩。我感恩这个词儿就是要懂得过去，这懂得珍惜现在，才能你懂得如何面对未来。就像我今天健身一样，不管任何人，你看我们所有见面的战友，没有一个大腿绵绵的啊，几乎每个人都在乎自己的啊整个的气质外貌啊，仪表，这是一个人的尊严，是吧？就连那动物世界的狮子，包括那小鹿，都会吃完
去找水还给脸刷两下子，啊，还会要面子呢，啊，经常是，这个蹭自己的羽毛，它是个本能，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本能。连自己的形体都不爱的人，连自己都不爱的人，怎么会爱别人呢？是吧？怎么会爱世界呢？所以说，我们看到了鸡翻身这个最有无穷魅力的翻身是文化的一部分，也是连接的纽带，统一大家对各方面的认识。最重要，它是无声的一种文化，就像食品一样，就像比语言还有力量啊。所以说，所有的鸡翻身，你说你那能几个钱呢？战友们随便一个人100万币就把鸡翻身买光了，是吧？而这过去3年都买光了，是吧？3年到今天你才赔了不到6000万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像这个，接下来我们将面对啊一系列的共产党的疯狂的报复和挑战，共产党一定会疯狂的报复的。当他看到我们在世界上最牛的地方，全宇宙最牛的地方，如此的快乐，如此的健康，如此的团结，你想想他怕啥呀？他怕你们再强大，他要疯狂的报复攻击。在几天前我们就知道啊，昨天我跟这个美国朋友说，我说明后天就会出来报道 Martin Jules Martin Jones Jones 这个傻叉 Magazine 疯子，你说写这篇报道的人，你给班农吃班农的屎你都不配，你吃他妈皮特拉瓦罗的屎你都不配，你就是你吃郭文贵的屎你喝我的尿你都不配啊！然后在那块每一篇报道啊，班农怎么样，皮特拉瓦罗怎么样，麦克斯郭怎么样，说你这一辈子，你再活八辈子你都没资格评价我们，是吧？你敢骂共产党一句吗？共产党扔地上的垃圾都撑死你好几辈人，是吧？我说他一定会写文章的，因为他的老板就是共产党。结果今早上就出来了啊，讽刺挖苦皮特拿瓦罗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如何如何，这垃圾你配吗？你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是吧？你写这个报道的人你干啥的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地下室住着呢？是吧？欠的贷款付了吗？是吧？共产党给你多少钱啊？写这个报道你能赚多少粉丝啊？这帮孙子，包括这些亲共媒体就打击班农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接下来过几天又一堆的所谓诉讼、法律啊、阐述啊、什么谣言啊、各种起诉、刑事案件又来了。像5年以前一样，七哥又坐着飞机飞跑了，又坐着船跑了，然后又是被各个什么案子了。你说造着谣，你还记得这些谣言吗？兄弟姐妹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这么不要脸啊！快到时间了，但是我想说一句，中国人啊，海外华人，你不参加爆料革命你干啥？你到明年3年庆祝的时候，你就是今天别说什么，你挺得过去吗？你能干啥？你能明年比今年活得还好吗？啊，问问自己吧。啊，我们不求任何人，但是我们想拯救任何人，特别是中国同胞。战友们，记住，今天的别离是为了明天的相聚，不要掉泪啊，不要掉泪，好吧？有七哥在，有新中国联邦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离开的战友们，一路平安。